不知道用钱和别人为自己工作，不知道利用集体的力量和群体优势。因为实际上大多数人只能利用巴菲特或者巴菲特的人物才能致富，而不是拼命地去学巴菲特。他发现真正成功主要的是靠思想观念，靠识人用人，靠经验投资人的位置，而不是技术。